现在订单改走中高价策略，巨阳第一季的税前净利5.95亿元，较去年增加32%， EPS 达到3.52块。反而认为受到北美还有日本订单的挹注，再加上首度跻身 GAP 的供应商当中，巨阳第二季的业绩淡季不淡。